菜瓜除了有真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嘛因为好种，所以未少农民拢会种来家己食。那无就是送去厝边头买。东势乡东岸村民陈清福，十外冬前伫厝边的空地种了四丛菜瓜，因为真好生，所以拢会送给朋友食。不过最近采收的时阵，却发现有一条菜瓜是生了特别长，提收来牛竟然是有百一公分。伊家己嘛唔知影虾米原因，又讲是土质伤过营养，那无就是气候因素，才会让这条菜瓜生了特别长。110公分，110公分呐、啊。无唔对，这条菜瓜长要110多公分，也是乡民这两三年来采收上长的一条。不过问伊是用什么撇布种出这么长的菜瓜，伊讲伊家己也唔知影。嘛唔知品种，原来啊，几旧年都无遮长咧，要做种都无遮长咧，今年来遮长，唔知是这这山地有个调整，肥现较侪是啥物啊？还是接着气候都会要大？这我嘛唔知。啊，这款品种我种十多年了啊，我伫遐就一直栽，一直遐栽，一直刷刷个遮，啊，一直留，一直传咱啊。不过，会当确定的是，伊非常用心照顾这片菜瓜园，除了淹水、蔓草，佮用有机肥来照顾，边啊佮饲鸡仔，有时阵也摕鸡屎来做肥。哎、欸，这嘛才过淹水了啊！龟屎。啊，那么落龟屎啊，种十年出来落龟屎啊。龟屎肥。种菜瓜。生了，再搁落去再肥，再搁平头翻过，还搁再搁挖肥了，煮水长搁再落肥了。咱来饲了茶啊，去年落20-30包来干一筐啊，迄款茶啊。但陈浩讲，虽然种菜瓜已经种十多年了，不过这品种真正有够高生，上悬的纪录搁超过500条。是啊，唔是啊？弄种几条，应该就无风台了，拍应该要500条了。这片范围安，好需要搞。几丛500条？啊，4丛。食完了拢嘛上了啦，啊不偏上啊。当阵就阮走看，这大班7-8条去嘞。不管是要摕菜瓜来煮菜、炖汤，也是做菜瓜水拢会使。所以陈志豪也将食袂了的菜瓜送予厝边头买。不过伊讲这条唔送人，伊打算将长度超过100公分的菜瓜留落来做种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